怎么样让男朋友答应你无理的请求？非常简单，记住了，同样的请求，如果他不答应你，你就坐他的腿上再吻一遍。如果他还是不为所动，你就捧着他的脸亲他一口，然后再吻他一遍。以此类推，肯定有戏。男生都是很心软的。